生命弟子是火中的中高分力，一切赠送传归安乐润湿时的如安乐在《观想经》中说，前世和俯视中的贤君子以及跟住他们行善的人，安乐喜爱他们，他们也喜爱他，他已为他们预备了下临如何的旅缘，他们将勇于其中，这正是伟大的成功。我见证万物飞入，唯有安乐独一无二。我见证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及其使者，安拉从人类中拣选众使者和众先知，正如安拉所说，安拉从天使中与人类中拣选干使者，安拉却是全从的，却是全民的。安拉为了众使者和穆神也拣选一些生命弟子来点位圣人的使者使命，并重视的全的这种使命，为了捍卫这种使命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他们信仰穆神，尊重他，援助他，而且遵循与他一起。精灵的冠名的人 Ibn Mas'ud 传书，他说，安拉看了众仆人的心，发现穆神的心是最好的，所以安拉拣选他派遣他传的安拉的使命。然后再看发现仆人中生命弟子的心子最好，所以安拉让他们做穆神的助手，为安拉宗教而战斗。生命弟子证明的信仰穆神，也是信仰伊斯兰的人们中最优秀的分子。他们心灵最善良，知识最深厚，最不骄肉造作。我认为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们是安拉选定陪伴先知流行宗教仪式和为了世人而平时日会和善言传的宗教的人。Ibn Abbas 也是安拉所说的，而说一切赠送传归安拉如他所选的众仆平安。究竟是安拉更好呢，还是他们用来陪安拉的更好呢？事实说，安拉所选的众仆是圣门弟子。圣门弟子生活中有很多崇高例子，他们的行为是认真的伊斯兰教在实现上最重要的体现之一，其中包括以仁慈穆神、怕仁慈的品德种在生命弟子的心中。而因ibn Husn见了Umar ibn Khattab 亲吻了一个孩子，并将他放在自己的怀里时，欧亚伊娜说，你是用心师的长官，你怎么亲吻这个孩子？如果我是用心师的长官，我从不亲吻一个。奥马尔姆哈塔说，安拉是慈悯中仆人中有慈爱之心的人。在这一做法中，奥马尔放下穆神的品德，穆神亲吻了哈桑·伊布·阿里。当时阿拉克拉·伊布·哈贝斯在穆神旁边，阿拉克拉说，我有十个孩子从不亲吻过一个。然后穆神看着他说，
凡不疼爱他人者，绝不明慈悯。师门弟子在宽容和饶恕方面做出了最杰出的榜样。例如过去阿布巴克一时就以他的亲穆萨达伊布尼阿萨萨这段气势下降后，阿布巴克法师说：设以安拉我总自用不如基穆萨达喝了，因为他参破谣言，安拉因此又不讲了若下的知识。你们中有恩惠和财富时，不可法师永不受即亲戚平民及为主道而谦虚时，他们应当恕饶，应当原谅。难道你们不愿安拉舍有你们吗？安拉是日舍的，是日赐的。阿布巴克当下表示道：是的，舍以安拉，我确实想往日安拉恕饶我。此后阿布巴克一日即往的饶济穆萨达，而崇高理想和真前心善。圣门弟子祖母心既有崇高理想和真前心善，正如安拉所说，母心说天堂里有100个贫瘠，每2个贫瘠间的距离若干的日遥。费尔道法尔道斯是天堂中评级最高的，天堂的如何次元其中。做你们祈祷安拉时，当向安拉祈求费尔道费尔道斯天堂。因此生命弟子日真前心善，欧玛尔劝出一天母亲命令我们设计，恰好我手中拥有财破，我说今天我要超越阿布巴克，所以呢出判书财破设计。母亲说：你为家眷留了多少？我回答说：留了一半。阿布巴克拿出全部家钱设计，穆圣说：你为家眷留了多少？我大回答说：我为他们留下了安拉及其施舍。我对阿布巴克说：我永远不会超越你的。科尔卡布·阿尔·阿斯莱米的传说以他原来示范相知，也是两喷的休克热议。他说有天夜里我服侍安拉的时日，我给他拿来小金的水和其他用品，日时他对我说：向我提个要求吧。我说：我要求在天堂里陪伴你。他说：还有别的要求吗？我说：就这个要求。于是施主说：你多多叩头，一边帮我满足你的要求。点次分钱和人杰生命弟子在物资分钱和人杰方面做出了最杰出的朋友。阿布胡莱拉的传说，他说一个人来到先生跟前对他说：我很焦迫。于是先生派人去问他的一个妻室，他说：这一人里派遣你的如法师，我这儿出了凉水，什么鱼没有。然后他派人去找另一个妻室，他还是一句话，直到每一个骑士都说：这一人里派遣你的如法师，
我惹得住了，凉水什么也没有。热水先生说，今天晚上谁请这位客人一个副食，说我按了的食指，于是他带上客人回到家里。他对自己的妻子说，哟，你有什么吃的吗？他说没有，是有孩子的一点吃的。他说想用什么哄哄孩子他们吧，如果他们要晚饭就让他们先睡觉。当客人进来吃饭时，你就没有等让他认为我在吃饭，然后他们一起坐下，客人吃了饭，而他俩却饿着肚子。过了一第二天早晨，他来到先生跟前，先生说，安拉非常喜欢你们夫妻子二人做完招待客人的行为。阿卜杜拉曼ibn Auf传说，当我们迁移到麦地那后，事实是我和萨德ibn Rabi'a为弟子。萨德对我说，服饰中属我的产业最多，我要分给你一半。同时你看看我的两个妻室，你爱上其中那一个，我就和他离婚。等到待婚期满后，你就可和他结婚。此遵循真理，圣门弟子热力遵循真理，虔诚的遵循真理。阿比马斯乌德安萨瑞的传说，他说，我曾经用鞭抽打我的一个仆人，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喊阿布马斯乌德，应当明白有雨分离，我没有听出是谁的声音，他又走进去，我才发现原来是安拉的使者。他说，阿布马斯乌德应该明白安拉比你惩罚这个女仆更有能力惩罚你。我们回答安拉的使者啊，为了安拉喜悦，他被释放。使者才说，应该明白，假如你没有那样做，火雨必定烧你。履行诺言，穆斯把履行诺言的拼的装在圣门弟子的心中。穆阿维亚宾阿比苏菲亚与罗马人丁月明月曾去他们国家访问，与其行将结束之事，穆阿维亚原仍罗马日时有人骑马前来高呼安拉日的遵守十月不可背信。他们仔细一看，原来是阿姆鲁布纳普萨穆阿维亚是前人前来询问。阿姆说，我听穆生曾说，是与某不做定理了明月月期结束之前，他愿不能撒回门月，不然他就公开的向对方宣战。结果穆阿维亚带领将士们反悔。我说了以上这些，就安拉饶恕我和你们，一起赠送传给安拉。万物非荣食之的主，万物非主唯有安拉。各位穆斯林圣门弟子以宗教建设的地，他们做你们的优良模范，他们将各种工作做得尽善尽美，他们中有商人和领导者等。我的教门中对我的教门最仁慈的是阿布巴克，最严格执行教法的人是欧马尔
最懂法法律的是阿里，最腼腆的人是奥斯曼，最精通一千学的人是扎伊德宾萨比，最清楚合法无和非法无的人是穆阿兹宾加本。每个民族中都有种政治，而伊斯兰民族中人的种政治是阿布奥贝德宾格拉。生命弟子的山形有许多重大的山谷，因此穆斯尼是鼓励他们做山形。如果他们中一位做一个山形，那么穆斯尼马上赞扬他，只是为了尊敬这位弟子。伊布尼萨姆拉传说在塔布克战战役时，奥斯曼修装一千金币来到在穆神怀中，我看穆神繁殖怀中的金币连说两遍，奥斯曼从此已无罪，如中合法并远离非法。生命弟子一直坚持为欲安乐为求安乐的喜悦。贾里里宾奥贝达此命令他的仆人为买一匹马，由于他以三百德尔汉卖了他。贾里说这匹马的价格应该更多，后来以800德尔汉卖了马。然后他说，我曾与穆神结约，荣誉每位穆斯林，他们中每个人知道应该履行的义务和权利。阿布巴克曾是奥马尔担任司法的职务，是整整一年没有人上诉是奥马尔，因此他要求阿布巴克解除他的职务。阿布巴克说，司法的职务是清苦的吗？奥马说，不知邪行道的民众不需要这种职务，他们中每个人完成自己的义务，他们中每个人爱他兄弟如爱己。邻居生病时，很多人问，在需要帮助时，有多人伸出援手。他们的孝门是敬重，他们的道德是门人行善与惹人作恶，因此他们为什么而相互辩论。我们放下生命弟子的道德，遵循他们的所有行为是非常必要的，同时我们特别重视传播伊斯兰的正确思想，因为伊斯兰教是共生仁慈、宽容心、一心心、人情和和平的宗教。求安拉保佑埃及及他的人民、他的年轻人、他的军队和他的财富，并祈求你使埃及和所有穆斯林国家国泰民安。